大家好，我是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今次我是非常之赞成政府是将区议员呢是要纳入宣誓的对象的，因为宣誓了之后，我相信区议会会开始行回理性的议会，同埋关注翻民生嘅工作。喺过往一年里面，有好多市民都同我哋反映，区议会只一个闹交嘅乱象，净系讲政治唔讲民生，好似八三一太子死人嘅事件咁样样。喺议会上面净系讲政治，但系其他嘅民生嘅议题就唔会讲嘅。特别系好多市民都反映到，喺议会上面除咗讲政治之外，民生唔讲，活动唔讲。他们想参加活动又不得，想改善地区又不得，所以我希望今次的宣誓可以让所有议员理性地去讨论每一区的民生事项，让我们市民真真正正可以反映意见给政府，不要再做一些无无谓谓的政治争拗。多谢各位。